是慧萱，大家还记得我吗？1月21号呢，我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参加假人挑战跟温暖送爱心的活动哦。假人跟大家说明一下地点，假人活动在南港的家福中心，1月11号下午1点半，我们有送爱、送温暖、送爱心的活动，那也有假人活动。家里有物资的话，也可以捐给家福中心，我们一起送爱给这个城市。拜拜。